Hey,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video. So today, we're gonna talk about ASL. Ace, Luffy, and Sabo is finally here, guys. Their events are here. So this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LOL event when we had it like a few months back. And basically a free unit. So ASL is an S tier unit. So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ASL on the fourth week, guys. So basically, there are these missions. So you have to complete these orange missions right here. So every week, there's going to be three of them. And that would add up these points. So basically, we're looking at on the fourth week of getting ASL, right? So we got a few things going on here. We got the badges. I think this is the full set of badges, which is really nice. The golden ones. And then after getting ASL, we get the frame, which is really nice. Along with that, we could get also some devil fruits and these type of materials, some fragments as well. So overall, this event is really nice, exactly how it is with LOL. So this is not like Sengoku, where Sengoku, I don't know how many more months we have to wait until we get a free Sengoku, but man, Sengoku is taking mad long, bro. I don't know, wait, I counted 6 months or something, but thankfully this is only in 4 weeks, so we can get him really quickly.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saw ASL gameplay. I think I made the gameplay of that a few weeks back, but I'm going to show it again so you guy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kills and what to expect for this unit. Overall, this unit is so good for PvP. Honestly, it's like seeing three units in one arena. Like, it's so confusing. If you have played against Helmeppo and Kobe, you guys already know how confusing it is to see like multiple units in the arena. It's so confusing. Imagine three units like this unit, man. It's crazy. So with that being said, man, hope you guys like the video. I'm gonna put out the gameplay next, so see you guys later. 首先对吧三小只他登场他是以艾斯这个形态登场他的一技能就是路飞来吧就其实看上去平平没有个球没有个球一会儿告诉你要按这个追加技就是切换到我们的路飞啊然后二技能就是切换到我们的这个萨博然后萨博会把对方给抓到这个面前来啊就是抓取技能对然后会切换到萨博在他替换了之后就其实你萨博你又可以去按艾斯然后再回来切换到艾斯然后三小只他们每一位的技能包括他普攻都不一样包括你看艾斯的普攻其实是有霸体的对他的普攻是带有霸体的那真的竞技场中应该会非常的强势对然后再来说说刚刚你感觉非常感兴趣的球是为什么呢他会每个三小只召唤出来可能和我们的可比还不一样就是我们其实三小只他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技能展示刚刚我们萨博出来他是会有一个往回的抓取嘛对然后路飞出来对吧刚刚就是一个球为什么是个球呢因为你打这个路飞它其实可以会弹是的它这个对吧球会逐渐的弹走然后其实它需要掌握好你的攻击方向可以不断的去放这个路飞去弹然后你切换艾斯会在原地对吧就是有持续的伤害对吧火焰是的艾斯然后对吧？然后你用萨博，其实我更喜欢用萨博召唤路飞，对，就是他可以到处走。哎，我又 AY 了，对吧？我相信大家经过更多的熟练，就是可能在实战中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展示。然后他三小只，虽然他每个人的技能 CD 会比较长，但是他们其实是不共，对，不共 CD 的，所以其实你近战包括会打出非常多的连续的配合，对，其实你会有非常持续不断的这个伤害去进行输出，非常多的技能，对，非常高的爆发，是的，对吧？刚刚那一套就。其实我也念不出来这个技能叫路飞来喽艾斯来喽萨博来喽就对吧就其实大家都可以逐渐去体验然后再来说说他的激斗技啊我都激动的说快了第一个就是三小只哇一起向前冲锋也是会持续造成伤害真的非常的久对啊但是他是会有受击的就是他是太无敌也太赖了对对不是无敌是的他的二段就是提前结束我们这个冲锋然后造成伤害然后与此同时你按这个任意一个追加技都可以切换到对应的伙伴然后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另外一个追加技就是我们的 ASL 向前冲就是这个就是并排的冲锋啊然后它按二段是就是哎持续再去冲锋但是这个也是为了平衡我们不会有它的那个
转向的功能，所以就二技能是一个极限的，就是往前快到、二段啊，极限往前扑脸，然后三段是直接去进行进攻，然后再去切换，就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对吧？然后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奥义吧，对吧？就是我们是一个公平的热血竞技场，但是我们也可以三打一，对吧？三打一，经典三打一，经典三打一，对吧？也是一个高输出。然后这个究极奥义就留给大家，到时候去看我们的动画展示吧，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也在我们全新的制作和渲染当中，暂时还不能给大家看，也就是我们八月中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也是非常的期待。对，最后再给大家看看，对吧？这个近距离的这个无限的连招啊，哎，我好像摁错了什么，对不起。对，其实它的也还蛮容易失误的，如果按错了。也会不断的去召唤你的伙伴，然后路飞球又来了，踢球，对，也就会一直弹吗？它是有一个持续时间的，如果你一直打到人，你猜它会不会一直弹？好吧，好的，那以上就是自由给拉到了旁边，很可惜，但是没事，这里我的 ASLR 路飞，哎，我走位，哎，走位，直接抓回来，好，这里，哎，这持续哪个是你？你猜我究竟是艾斯还是路飞还是萨博？哎，这是什么？这里也是持续去进行平 A， 这里艾斯也是打满。这普攻霸体我都不敢交助战了。踢踢踢踢踢踢，这里哎，没关系。哎，可惜了，这个小艾斯打到了我。是的，然后这里我再去艾斯去进行一个压制。人，我有点。这看不懂了。对，这里我也是艾斯去进行一个持续的普攻，我还是更喜欢艾斯，就是去做一个常驻的伙伴。这个技能对，但是我切换回来，这里也是非常多。我应该是要被带走。这个艾斯真的非常强势。然后这波我们是三小只 VS 三小只。路飞 vs， 哎呦，完了，你的球来了，哇，无限弹，但是我三只可以解掉你，没有躲掉这个助战，有点，但是，哎呦，哎呦，反应好快，抓住，抓住，有点难受，大招直接带走，哇，这伤害好高啊，哎，连到了，可惜，哎，可惜你没扫到，但是我这里能召唤路飞，哎，对 A， 对 A， 对 A， 但是我比你快吗？还是，可以对 A， 我比你快，别龙马，哇，这闪掉了龙马，我，很可惜啊。哎，我只能在知秋不那么熟悉的伙伴里占到一些便宜。哎，我有球，这个伤害有点高啊。对，但是其实这个伙伴的 CD 也非常的久啊。真的是找，互相去进行躲避，躲一下。我打到你了。对，但是哎，没打到。一个大招。有点可惜，但是三小只里面我们两个都是三小只的情况下，确实会稍微乱一些。好，然后最后我们的这个老角色，我们的黄猿，哎，居然没追到，别打到我们，这被抓到了，没有躲掉这个助战。也是黄猿打掉了你的血。